在天堂上面有不同的圣人，到底他们在天堂上面的生活是怎样的呢？在天堂真的很开心，可以一直跟天主一起。是啊，而且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不知道接下来我们会做什么呢？做什么都好，天主自有安排。你们过一过来啊。天主有什么事啊？你们看看。你知嘛？嚟紧十一月一号就系诸圣节啦，老师同我哋讲咗唔同嘅圣人啊。系咩？我觉得今时今日都好难做到圣人啦。我都觉得做圣人都好难嘅，穿越到而家都好难做到圣人喎。唔知咧，可能听日就会见到圣人啦。你哋睇到吗？佢哋竟然话现代生活好难做圣人，我真系太伤心。天主，我有一个想法啊，不如你让我们重回人间，出现在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，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的特质啦。好像挺好啊。好主意，事不宜迟，今次就交给你们啦。輝仔，你已經不是第一次遲到的了。我叫啊，都是阿媽我叫我的嘛，又不捨得。我已經跟你家人溝通過，你已經是小學生了，需要為你的行為而負責任。來吧，拿本手冊出來讓我記下你遲到吧。OK。买先，你做乜咁咁唔开心噶？阿妈话俾我听啊，再赖床迟到嘅话要罚我。惊咪唔好将手册俾阿妈签就得咯。咁样唔好啊。你今日自己谂下，我先走先啦，拜拜。你哋系边个啊？我哋系边个？不如你从我哋身上嘅衣着同特征。估下，我哋系边个唔重要，小朋友欺骗家人系唔啱噶。系啊，做错事最重要就系诚实咁面对。好似我当年咁，做错事最重要嘅就系知错能改。就算我喺而家关头有三次唔认耶稣，但系我真心悔改，耶稣都会宽恕我、接纳我。我相信你可以知错能改嘅话，耶稣都会好似宽恕我咁宽恕你噶。耶稣宽恕过你有三次不认耶稣，唔通你就系圣伯多禄？系啊，小朋友，你之前讲过做圣人好难，我同你讲啊，其实一啲都唔难噶，因为天主希望我哋全部人都成为圣人。系啊，当年我哋一起悉心咁样照顾小耶稣，当中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困难同埋挑战，但系只要信靠耶稣。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。